要我帮你打听什么呢？有某个人正在泄露我的情况，你的姓名、地址，在法官办公室里喜欢喝什么咖啡，我全知道。我不知道敌人是谁，要不要暂时找一个隐秘的地方避一避？不用那么做，有个意想不到的诱饵出现了，大概是想替我死吧。不要过来，你想做什么？我们不是分手了吗？你要这么幼稚的话，怎么不把大门的密码换掉？你到底是谁？周一至周五晚间10点，亲爱的法官大人，东森戏剧40台。